陈明亮对相亲认识的吴芳一见钟情，可吴芳却对陈明亮始终冷漠。你别老这么无赖行吗？我发誓说的是真的。与此同时，陈明亮认识了与吴芳外形一模一样，个性却开朗热情的小朗。陈明亮带着对两个女人的好奇，发现了存在于吴芳和小朗之间的重大秘密。开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你了。啊？时间有点晚了，我。吴芳，咱俩认识快两个月了吧？每天晚上约你，你都说有事儿，我还真以为挺忙呢。我的事，他刚取消了。那正好啊，咱喝点茶，聊聊天。我就是六点之后啊没见过你，你又干嘛呀？我特好奇。没干嘛。没干嘛在干嘛呀？就很早就睡了。是吗？别这样。害羞了？没有。说实话吧，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想到我的一个朋友。太像了，和你一样。而且我跟他也认识两个月。不过好像不戴眼镜。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把东西还给我！你给我！知道你没有恶意。吴芳的爸爸没有工作，酗酒赌博，把他妈往死里打，他妈终于忍受不了了，反抗的时候顺手杀了这个混蛋。那天下午正好是六点，放学回家的吴芳全都看见了，
吓坏了。从此，每天这个时候你都会出现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无妨，对吗？我就是来保护他的。我觉得我可以帮你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全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，你跟以前那些男人啊没什么两样，全部都是懦夫。我告诉你哦，其实世界上只有我可以保护你。是第一个知道的，但你是第一个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爸爸也是这么个混蛋，但是我妈呢，她没反抗，自杀了。有些事儿逃避不了的。行了，你走吧，我会照顾好无方的，相信我。身边就是彩虹，何必经历风雨啊？